กิซาปาราราซูเลกินชูพี่หลิวจองพี่ยิเจตต่อสิบเจ็ดก็จีสิ相信亚述的人都见到，所以有一班亚述的人讲犹拿尼伯耶，竟然一班亚述的人讲伊布拉尼伯耶。因为发明日是较多的东西的时节，加摩洛公的反叛人哈哈都无搬到。过后的十二只亚述派的学生都含隆重相信亚述的人合作一下，过来对其调查讲。弟兄姊妹，俺唔摸，迄讲来调查，俺很偏黑，全家属的教徒来大理明日，而调查是较多的同时，就迄人比安样，而调查爱托出七三年来，但而调查过好一年，过就聪明智慧一年，甲上帝的信任就点甲其强下一年，我调查要调伊做大理了上些年，所以我调查有过多的时间来祷告甲传上帝的话。该道相信耶稣的人都按接受该道耶稣派的学生讲的话，所以该道人都托出七三年。基督徒出于斯提凡诺斯，一只按有信心的人，甲按有上帝的信任的人，菲利普斯、普罗科鲁斯、尼加诺、提蒙、巴尔梅纳斯。甲尼古拉乌斯搭安提奥基亚地方来的人，崇拜其相信耶稣的教的人，但系今下其相信耶稣的，计七三年都本基督徒带去初基督耶稣派的学生的面前，过后基督耶稣派的学生都徛起树，并去基督徒的头那当歌，祷告托上帝的祝福。过后，上帝的好消息经传达去，所以初个耶路撒冷边更多人相信耶稣。过后，也就按到耶稣的教的阿头便相信耶稣。这只是斯提凡诺斯做出按到厉害法加按唔平常的事情，本按到人，因为上帝本斯提凡诺斯按他的权力加按祝福斯提凡诺斯。这时节有一班人搭利伯蒂尼的教堂来的，这班人出于耶稣的人搭基雷尼和亚历山里亚的地方来的，也有其他只耶稣的人搭基利基亚和亚细亚的地方来的，这班人都特使来到法门对斯提凡诺斯，但是这班人无本事对其拗。因为上帝的信任本斯提凡诺斯聪明智慧让本恩基督徒这班人都受其他责任来安样讲，我基督徒听到斯提凡诺斯嫌多谋杀和嫌多上帝出于像安样这班人经受安多人受耶稣的老班人和受耶稣的教的身上，过后几条人都作客斯提凡诺斯，过个罗基甲带其去耶稣的教的拉干巷，几条人都含其他十年来做正面讲偏位，几条啥都按样讲。我条啥听到呢十年，将把嫌耶稣的最太教堂，甲嫌穆萨教的脱离，因为我条啥听到而讲耶稣，该只那啥人人。爱灭平犹地最太高堂，甲爱本穆萨传下本七戒托哩。隆重拉个呢人都见看斯提凡诺斯，但系基督徒看到斯提凡诺斯面像天使的面一样。